中会炒饭，是吧？记者大哥，大哥。那妈妈觉得立冬怎么样？立冬很好笑，很可爱啊，我很喜欢。还不错，腰力很好。张立东被主公会炒饭，紫妈认证90分，女婿腰力好。안빼가지고너무기대되고그리고원래인스타로만뵀어가지고얼른뵙고싶고이번주토요일이너무기대돼요南韩女神李多惠加入乐天女孩，5月6号将和林湘在主场首次同台。今天呢，李多惠登上综艺节目录影，阿 Ken 立刻展现了求生欲。我会把水吸干，喝光。也不是选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他们两位。我自己看到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大家的评论，都说他的舞蹈就是每个动作都是很到位、很到点，而且有些时候是动作做到了，他如果没有美感还不行。那这一点其实之前我就有在安心雅身上看。万一他跟张立东掉水里，我会叫阿 Ken。子子会救你啦，你放心啦，子子会救你。这个，好像拉拉队女生，因为我是比较乐天派的男孩，逃不过你的魔爪。我全都要。아직안먹는게너무많아서또맛있는거먹고싶고그리고혹시 MC 분들이추천해주실만한곳이있는지지우동같이台湾妈妈的菜做的也不错。立冬妈妈会做菜，都会炒饭。记者大哥，大哥，我会讲自己会炒饭吗？其实平常你讲炒饭，我也是会，而且他都是蒜味香肠的。子子跟妈妈就这么刚好在当天作为节目嘉宾，蒜味香肠炒饭还没端上桌，妈妈就先赞不绝口的。那妈妈觉得立冬怎么样？立冬很好笑，很可爱啊，我很喜欢。她说是节目效果啦，但是我本人很喜欢张立冬。哦，可以当女婿吗？还不错，腰力很好。如果是未来女婿，给他打几分？90分，所以他已经带他回家了吗？没有没有，他今天第一次见到。妈妈以前只是带过几个回家，两三个差不多。那你喜欢吗？那些？我不喜欢，他都不喜欢，没有一个喜欢的。我比较喜欢张立东。妈妈对张立东是真爱，是真爱，跟他在一起。子子现在身边有追求者，除了张立东之外，有几个，还不少哎。哇。希望说不要那么早婚。但张立东不小了，39了。哦，他39了，39可以结婚了，但是他还不行啊。我就是先让朋友再看看样子，因为他也很忙，然后我也很忙，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我们相处的时间真的很少。我们努力相处看看，继续看下去。